经营认真，易水卡少，苗栗县太府乡的果汁的品质还有口感都有提升。不过认真扣六千一的民众卡无去买梨叶来经营，故说呢就少买叶会散散。遇到亚地方农民朋友贴片来讲，强用系艾盐嘅松好梨，来上行个当然来买。地方红沙企咩十万来推出老滚土炭房，本来了一年可能到涨涨涨嘅环境，同时咩识得到当地农产品嘅好面试。开了个甜麦泰梨，现在现实民众是都热闹游戏。农民讲，今年经济较无浪子，梨嘅甜度比往年较高。但是在经济环境的问题，泰梨都扣了今年销量稍微有三成。大概比往年来讲哈，销量可能少了三四成了。在采收的那一段时间，雨水不多，所以它甜度比往年都还要来得好。今年的我觉得品质是不错。为了下他这间来买梨，地方社区贴片盘梨香落发落罐头的发通，就靠除了些食道好些的泰梨以外，主办单位每抢专业干宣言，但民众一行菜梯也帮人落罐头。年菜嘿，哎呀，种老料，一只料诶，做迄六百公斤咧，种老去焗油，焗做得焗到六十两公斤咧，哎，种老油，焗出来去算一分，呀，所以呀，地方。有很多七分的、八分的、榜一分的提名。地方社区希望带他一家去罗罐头行行，还有推广菜田农产。不民众是国家认识台山县方按江的人文特色，乡下来体验好食个好料的泰富客庄。刚刚新闻张一诺苗栗报道。